每天和你相约在这里，一起分享大家的故事和情感历程。性格强势、经济独立的女人，挑选对象的时候要求自然也就高了。可是女人在20岁的时候选择很多，但一旦是过了这个坎，再提高的要求对男人来说、对长辈来说都是矫情了。毕竟优秀的男人都喜欢一些年轻的妹子。女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才慢慢的明白过来，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找一个能帮助自己的男人。毕竟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，一个人扛着真的是太累了。那么那些大龄剩女，她们到底都嫁给了谁呢？32岁的王女士，她事业有成，风生水起，可是她却嫁给了一个二婚男人。开始的时候心里是极不情愿的，还好对方是没有孩子，而且在事业上能够帮助到自己，况且自己的年纪慢慢上来了，也不愿意再去折腾了，结婚还是比较适合的，所以她就嫁给了一个二婚男人。42岁的刘女士，她嫁给了爱情。其实啊，刘女士她的性格非常从容，所以她觉得就算是遇不到爱情，那就一个人孤独终老也是无所谓的。她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不觉得孤独，反而觉得是享受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一份从容，她才遇到了真爱。对方非常成熟，但是却非常的照顾她，也很爱她。两个人经常出去玩，所以呀，她活成了让人羡慕的女人。小罗觉得我们不应该将就婚姻，但是嫁给爱情就像是挑选奢侈品，而奢侈品还是可遇的，但是嫁给爱情只能说是可遇而不可求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